整整也不是整整一周，我待六天。我那个，我是不是瘦了我的脸？21号才回来。对呀、啊，因为18号有一个外务，然后20号好像要录一个成都的春晚，所以就一直住那儿了。所以我这个月啊，1/3居然都是在酒店住的，真开心。晚上好啊，你们好快呀、啊！嗨，本来 ，Hello， 对，哎，我有没有觉得我本来十八号瘦了点，我的脸我就是单纯我的脸瘦了点。本来他跟我说，刚才一开直播发现我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长得有点不一样了，是哪里不一样呢？我美白了一下，我美白了一下，但是呢，反正因为各种原因，因为我这个光是黄的，所以我美白了一下，本来不让我去，但是。就是感觉自己变一样了，但是可能今天妆花妆化的不一样啊。你们觉得我们俩离太近了？确实，可能是因为我的妆化的不一样。哦，对，是因为我开了灯了，是因为我开了灯好吗？单纯的，是因为我开了灯。我知道，是因为今天戴的美瞳。哎，他们说我眼睛变大了，你觉得呢？不语，谢谢艾尔的一个权杖，谢谢你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因为今天穿的衣服有问题。我今天穿的是高领，高领毛衣，所以呢，我就变样了。因为我以前从来不穿高领毛衣，而且这个高领毛衣还是我妈买给我的，谁懂？真的假的？今天很漂亮，好吧。难道是因为我今天的妆？谢谢。哎，但我今天的妆没什么区别、好吧，可能是因为穿了我妈给我买的毛衣的问题吧。之前为什么没有我？因为他们说我赶不上排练。真的假的？好吧好吧，那就暂且相信你。赶不上排练就换别人。我说我可以继续。然后他们说、我也感觉我今天一开直播发现我怎么哪里不一样、肯定是因为我换了房间，换了新的心情，然后就变得不一样了吧。我说公演不是也照样不录我的音吗？不是还让我上吗？好久不见，也用了别人的音源吗？暂且相信。要用我的声音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为了跳过那个公主啊，我还买了很多的首饰，比如说这个，看到了吗？还有一个这个，因为我觉得本来这个是项链，但是我觉得戴项链有点多余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手。穿高领毛衣，但是我妈妈给我买了，我就穿了。哦，我没有凶一点啊，我就是正常的沟通。对呀、为什么你？我就今天只有一条一，我今天就只有一场跳公主，为什么今天没有人来看我呢？而且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说13号有惊喜，我提前预备了。我如果是以前的话，就是说很难过，麻烦大家。16号来，16号我不能跳公主了。是我应该参加的。切片后说的哦，好吧。23号也没有。就是不能太让他们决定。但是23号就不能跳公主了。争取一下。我还没看我的回放呢。哦，23号哦。哦，是16号，对不起，16号就不能跳公主了。明天晚上刚回去，后天早上我们就要去成都。嗯，谢谢辨识的绿波电龙的玫瑰花。没有支配，对呀，好难过呀。但是我今天感觉镜头还挺多的，谢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QDZMZ 的巧克力。因为我没有看回放，但我也不确定。如果镜头不多的话，就当我没说。我为啥不直接去成都？你说的有点道理，我为啥不？晚上好。是啊，为什么不？可能因为机票不是我买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为啥不坐高铁？我有在想。真的很好看吗？真的很好看。没有，因为我你知道吗？今天其实是我来 H 队以来第一次跳 C。你什么跳 C 了？我今天跳了公主啊。Amazing！ 我去的太晚了，我没看到 Unit。谢谢建议的20个荧光棒。从来没有跳过 C， 谁懂？很久没有跳 C 了。然后今天就很紧张。
你们送的那个送的礼物的那个弹幕，它会变颜色。是小姑送给我的。也就是说是那个老师突然通知我的，通知我去跳，老师说十什么13号你去跳公主吧。我说哇真的吗？那我就是不是我的骑士就站位石龙了呀？然后我就想，哎，我的骑士好像没有站位石龙，我还有4号位没跳过，还是3哦，我没有跳过3号位。如果我跳的话，你们是不是就能捡一个我自己守护我自己的一个 card？ 不是，就是我自己守护我自己当公主，然后自己当骑士的一个视频。祝你以后谁懂？每次见我，对我还没有神龙环差，因为是骑士5个位置啊。怎么样？刚是吧？那我改天争取一下，我跳个3号位，我就3号位没跳。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捡一个自己跟自己水仙的，就是好像那个字叫水仙，然后自己跟自己当公主，然后自己做自己的骑士，怎么听着默默的流下了眼泪，听着有点大惨。确实，克里斯托说确实是行，但是我就跳了一场4号位还是3号位，我忘记了，我是跳过4号位还是3号位，但是我就跳了一场，我大忘记，确实是比较冷静，忘记什么时候跳的了，我也忘记，我忘记我跳的是哪个位置了。普通感觉之下，普通面部，但是2号位我有跳过很多，你们随便找一场应该就能找到。一丝雀跃。那5号位就是我首演那场。我觉得你还是有在笑。哇，谢谢阿姨为我的一个夜蝶。克里斯托，别说了，谢谢你，我已经难过了。就是因为见到我太多次了，所以不开心。我真的觉得自己变样了。我觉得改新见到我不是那种。这个紫色真好看。哎，说实话，你们喜欢我紫色的发色，还是喜欢我蓝色的发色？激动当中带着担忧。说实话。我能从里面。个人更喜欢紫色一点。啊，喜欢蓝色？啊，又说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刚看你送的夜蝶，然后突然想起了我紫色的发色。对呀、啊，感谢你有没有担忧我？我感觉紫色好像更适合我一点，蓝色。我说你怎么？我感觉你蓝色好看，真的吗？好吧，那就蓝色。那反正我现在是蓝色。他可能就是，哎，我也不知道。他说没有啊。有没有人想念我的棕色头发的？因为我这个头发掉光了之后，准备要染蓝，不染棕色了。倒也是。蓝色亮适合剧场的灯光。哎，不是，你们根本就没有人记得我棕色头发的样子吧？只有这，我头号新闻首演的时候是棕色的，之后我一直都是黑色。就是呢，平常说什么又像姐姐，但其实又像同龄人。不错不错，朋友的感觉，真正的我真觉得我棕色很适合公演，就觉得很不错，谁懂？但是呢，还是比较像姐姐一样。小南，哎，我今天机长的时候发现很多粉丝，他们染了棕不染了粉色，我想问问为什么大家现在都流行染粉色了？因为我那天我们 B50的时候发现广州成员好多染粉色，比如说卢静还有张润，他们两个就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粉色。你是普通粉，你是头发越粉骂人越狠，嗯，感觉不是这个原因吧？难道2022年的流行色今天是粉色吗？我不信，真的很多粉丝染了粉色，说实话我特别羡慕，因为我也想染粉色。怎么敢自称雀黄？因为我觉得我染粉色肯定很丑。对，我觉得粉色适合夏天或春天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在我妈的怀里，我妈都在。我每次看到一个粉丝的粉的头发，我都会哇，就感觉，你知道那个两只胳膊，就觉得挺好的。一边可以把一个都会小孩放在。对，看一下他的头发，他的发丝。有没有？因为我们真的剧场的各种颜色头发都。去年过年的时候。你们天然过滤色。我们经常一起打扮，公司家。确实，因为我最近很喜欢染头发。我们一起。真的会很会在意别人的，在意别人的发色，谁懂？
赢钱了吗？哎，话说那个最佳拍档输了，那个最佳拍档就是说，然后玩完之后怎么要不要跟你们说呢？输多少？下次你也染，你染啊。不会有撞发色，会啊，会看到有人染蓝色。怎么说？其实我跟你们讲，其实蛮多人找我的，就是那个最佳拍档。然后我，其实我没有主动，是的。我怎么会变成这个颜色？但是呢，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告诉你们，因为我要纠结一下。小高最佳拍档和谁一起？是的。都有谁？在想呢。是的，因为我因为要跟你们要让我好好斟酌一下。挑一个对我好的，挑对我好的什么？可能可能我 B 五零的时候跟很多成员交流，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但是你们这么哎，说实话，你们更想看我当花还是当瓜呀？因为说实话，我都可以。花，你肯定是花。真的吗？嗯。有没有觉得我很适合当瓜的？没有，除了身高，没有哪个特点。啊啊！原来你们都是我的花妈呀！我输给林书晴的钱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那请问一下，这个团能有谁做我的瓜？你懂吗？你们怎么不懂？那我就问问你们，这个团里谁可以做我的瓜？你就知道没邀请。好问题，我现在真的在很正常、很认真的问你们。哎呀，不说了。王毅，王毅说适合当我的瓜。我还没说完，我跟你们说。确实，我也很希望王毅跟我搭档，但是王毅没有找我。林书晴。闺蜜环节。说两个人是同对不起，很冷笑。对不起。油灯了。嗯，笑了就是。那这个人他最后肯定只选一个。林书晴，我跟他，据说有 CP 感吗？我知道他虽然是矮瓜，但是呢，我跟他有 CP 感呢。不是在求爱，选择一个搭档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。又问了你们。我们有合照，确实，我的，我微博的合照林书晴很多。先找好你的搭档。虽然现在也有找好了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说就有 CP 感。哎，说实话，我为了我的最佳拍档，我去找人算了一卦。我找的谁呢？我找的赵佳蕊，因为赵佳蕊她说她会算卦。其实我找过好多人，我找过她好多次帮我算卦。然后我说你帮我找一个，帮我算一下我这次的最佳拍档应该找谁吧。然后我给你们我看一下赵佳蕊给我的原话。他说让我，他说先让我去想两个字，我说俩字，他说你换一个，我说那就，我说想想，哦不是，我说先给他想想这两个字，他说你能换一个吗？我说那就俩字吧，他说好吧，他说他给我先算了个方位，我给你们找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他的一边五花，优质极了。就是说，他说他看一下，然后他说，东南或东北，东南或东北，他算出来的，不是很白。啊，等等，那个我们上海以我们这个方位，东南或东北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北京或广州的吗？也有可能，我是在对吧？然后，或者是以我的房间为单，我房间为单位，东南或东北有可能。然后他说不是很白，他说张蕊说不是很白，是以他为单位，张蕊自认为他不是很白。然后他说不是很高，他说不是很高。谢谢 SJ 的一个玫瑰花。然后说啊，还有一个巧克力。然后还说比较聪明灵巧，聪明灵巧，灵巧是什么？是，对，我让他帮我算的，算挂我的最佳拍档的搭档。谁帮你算 ？Jerry， 他比较灵巧。他是说，他说不高，不是很高。然后，他说不是说他黑，但是就不是那么白，说是黄皮肤。他说跟 Jerry 差不多。我去算一下。
我不信这个。然后他再仔细看了一会儿，他说性格很好，口才很好，很聪明。不是我，性格很好，口才很好。他说不是特别高，不是特别高。不是特别白。然后我说哦，那不是我。然后我看了这个之后说，嗯，难道是林淑琴啊？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说的很像他，性格很好，不是不是啊，不是很高，然后也不是很白，那不就林淑琴吗？然后我就说，然后我就去问了林淑琴，我说这个好像说的就是你。然后林淑琴然后就没有再回我了。你看性格不够好吧？人家消息都不回，看性格不好。对，肯定性格不好。然后呢他又给我补充了一句说很温柔柔和。啊，那不是他，完全不是。完全不是林淑琴。真的又是有点像我，除了不是特别高不是特别白，我特别高又特别白。确实，但其他点都很符合。然后那个张蕊还，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下，我说，然后我说温柔柔和不错，我很喜欢。然后他说里面有个很漂亮，然后他说很漂亮，他说那个成员很漂亮，就是跟我搭档的人会很漂亮。然后他说他就觉得所有的成员都很漂亮，这个没法定义。但是呢，张蕊认为这个人应该是个花。哦，那不就是我吗？雪花，雪花一枚，确实，他不是唬我的，我觉得个人认为、哎、谁确实挺符合的。哎，我还没有跟他们说我选的谁，你不要动。我没说，我甚至没说你有选人。好吧，我还没有选人哦。我只是说跟那个谁还挺符合的，确实。那谁是哪谁？不就是我吗？然后你还听不出来我在这个意思？他说这个就是对方很漂亮，这样的话、那个、你们觉得谁比较符合他这个形容呢？投票来选那个最佳搭档。我那天看到冯思佳那个投票，我翻完了，没有一个人提我跟冯思佳。我的天哪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他本人。哎，张蕊确实也说的很像他本人，但张蕊。我也开一个，不行。Jerry， 我只想看到有人提名我跟冯思佳。我想想，冯思佳现在已经有老婆了。费庆元也看不到有人说我跟冯思佳了。费，我想想，费庆元很白吧？叶建强为什么没有磕的？那你怎么不去投票？费庆元很白啊，投票要花钱啊、哦，那怪不得呢。Jerry 也很白，但他自己说他自己很黑，他说自己是黄皮，不愿意花一丁点钱。确实，这鸡腿都要给雪雪哦，谢谢。除了冯思佳，还其他人？反正就是说，你们可以听一下张蕊这个算命的，帮我算的一些结果。完全没有那个意思。我也是看看、嗯，但是呢，我就是以他这个标准稍微找一下吧，就是说，就是找一下。我说性格直爽。嗯。没有，现在还就是说还在思考中。我说性格直爽，我就是那种喜欢。我就是喜欢，毕竟这件事情要好好的，就是说，哎，说实话，我本来想去那个《非诚勿扰》的，你们觉得我适合去《非诚勿扰》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眼消息，等等。你们觉得我适合《非诚勿扰》吗？但是，我就害怕我《非诚勿扰》万一没有成员愿意跟我搭档，就是本来还有挺多成员愿意跟我搭档的，结果我一去《非诚勿扰》就没有人，就觉得，哎。这个人好烦啊！我那么努力的邀请他，他今天还去《非诚勿扰》，真是的。然后就我们人家就没有，到时候就没有一个人选我，就很尴尬。谁懂？因为熊小他想要去吃饭，所以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。对啊，然后当人赛道就竞争压力很大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像我这种不大会竞争的人，我就觉得有点压力。让他去成都，我也这么说过。让他上班，但是人家过生日，没有，我只是我的一种担心而已。万一人家不这么想呢？万一我去了《非诚勿扰》之后，还是会有很多成员会选我。你想太多了吧？确实，没有，主要是我。所以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嗯，假如说我们两个《非诚勿扰》在一组，你会我刘登吗？在组是什么意思？它是什么样的机制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不可能100多个人同一组吧。我觉得可能是粉丝投票。也不一定是成、不一定完全是成人头。但是我的重点是，你会给我留灯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反正你也不会选我，谁懂？我知道的。啊？为什么我不会选你？啊？你会选我吗？
好吧，那我就给你留冬吧。啊，为什么我不选你啊？不会是抽签，不是他们，我听说的是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不会选我呀。为啥？因为你惹我生气了。我不会。但是我们第一次聊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对你生过气。我们现在是第一次聊吧，好像。我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跟你说这个事情，说哎还很早，然后就开始打游戏了。确实，确实。不愿再聊，不是啊，主要是我粉丝他们都说想找瓜，但是我觉得目前没有人能当我的瓜。谁懂？朱姐，朱姐跟朱姐在一起，朱姐的也不能当你的瓜，我觉得。对呀、啊，朱姐肯定不能当我的瓜。我今天还加了朱姐的微信，但是我今天公演了，我没有看她回我。确实，我真的不够瓜，在孙雨珊眼里我是小妹妹。真的，高雪真的就是一个女人。瓜不是男人的意思 ，OK。小妹妹。白眼。对呀，本来就是女的。哎，你们想看两个女的吗？哎，如果说是，不然他们那，你是要成为男士来了？啊，不是，只是又有形容词。我邀请我爸来，我们表演一些妇女。只是一种形容词，谁懂？就是说，你们想看？哎，说实话，我上次看了瑶瑶跟搜索那个舞台夜蝶，说实话，我一直都很欣赏，因为我觉得很漂亮。就 P P L 真的，所以你会比较想找那个女人一点的吗？可以啊。就是说，觉得，但是啊，你们会想看这样的舞台吗？但是不会想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舞台的话，我会觉得，我才不找。我会觉得不知道该用什么歌来演绎。这辈子不愿再主动，有没有人有同感？对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两个女孩子，嗯，就不一定非要一个女孩子去做一个男艺啊，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就应该跟女孩在一起啊。女孩子在一起，就对不起，就是。确实，对啊，就是要，但是这也尊重他的选择，他喜欢，只是一种形容而已，只是一种舞台形容而已，你们不要多想好吧，生路好吗？就是说，这个、世界不是只有同性，也这样也不是不可以，对吧？就是一种形容而已，并没有说是一种，就是说一种，别的意义上的表达，只是说一种尊重所有的形容，舞台上的形容哈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就说实话，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，懂自懂。也有一个成年人来找我，然后呢，我们俩也有一丝一拍即合。但是我就害怕到时候这种舞台我表现的不好，因为有点压力。这个你们肯定想不到，因为我们两个平常就是完全没有交集，不是说就是说有点压力，完全没有交集，就是想不到我们俩认识的那种人。有找我当花的吗？我也不清楚。他的我也不清楚那些成员他找我是让我当花还是当花、嗯、是上海的，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想不到我们这个团能谁做我的瓜呀。你觉得我可以吗？孙雨珊，说实话你在我眼里真的还是朵美美的花。走开，我白馨雨。我笑了。白馨雨对是个漂亮的声音。这有点废话了。白馨雨怎么做我的瓜呀？花还是瓜？他是花吧。白馨雨在我眼里也是一朵小花，谁懂？对，也又可爱又漂亮，然后很有趣，还蛮有趣。是啊，我是给白馨雨当过花，但是那也是一种巧合而已，只能说是一种巧合，也不能说它是瓜呀，只能说这是我的好朋友，然后只是穿着很帅气的好朋友呢。对。刘杰，白馨雨现在很快不行，她永远都是我，在我眼里永远都是美丽的花。太好猜了，但是我们好像没说什么，只说她可爱有趣。那不是所有成员都。她现在瓜爆啊！你们怎么能这样想她？好吧。张希，没事，她在我面前，她在我眼里就是瓜哦，在我眼里就是瓜。张希，我们俩还是有一点交集的，好吗？穿大裤衩好猜了，哪有就是讲话跟林书琴一样的瓜呀？说话就，哎呀，哎我模仿不了白馨雨的说话，好吗？哎，给你们看，我这是我昨天晚上装的那个，
昨天晚上装的那个，我没有确定拍档，我们俩都是在等那个单身。你讲有没有觉得很棒？我们俩是对方的那个。谁说我唱歌就甜的？我唱歌很多很多很多的声线。但是有没有人听过我唱那个？我就是吃。唱虫之诗的，有没有人听过我唱那个？我想想，骑士的，你们没有？我唱不是我跳骑士跳那么多次，我啊对，有没有人听过我唱赛人的？听过，对吧？我就是完美的一个。很不喜欢，说实话。不是，就是他们说我唱歌声音很细。不是啊，我声音是百变的。我声音不仅只有可爱，还有还可以那种叫什么？欧美嗓。很多人会问嘛，说你想跟谁合作啊？展示。我当时就觉得，不是因为我今天要跳公主，我故意那样唱的，真的。没有那种。谁懂？我今天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要跳公主，我还故意把声音捏细。然后感觉现在就有点。唱什么呀？你们说唱什么？就又像那种一样。感觉还是靠缘分。唱什么？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表演一下？其实单身通道就是互相选择的这个过程，我觉得还向日葵能增加一点点交集，还挺好玩。向日葵，这肯定就是说是一个甜嗓啊，谁懂？虫之诗，等会儿我先把我的那个捡起来，我才发现我它掉了。我的林娜贝尔掉了，最重要的是人家主动来找我的，好吗？下任，那下任吧。等等，我找一下歌词。我找一下歌词。没有主动邀请谁。下任。对，我喜欢主动的，因为我以前都非常非常的主动，但是呢都没有那个特别好的结果。我在说什么？我说的是什么？那个歌词。所以比较喜欢主动一些。哎，累了。能放你今天跳？能放你今天的公主？等会儿。伤了，主动久了会。有新的剑，一片一笑眉眼，幸福本是冒险。有样吗？有样吗？有意吗？对吧？我声音，我上个声音真的不甜的。只是觉得那首歌比较甜，所以才会唱。今天好美，谢谢谢谢，大家比较喜欢我。那我找一下今天的那个，真的很甜吗？我都没听。不会影响任何我的选择的一个小调查。都喜欢，一定要选一个呢。美美看一下。一定，身法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本本对我所有的全都不满意，我就是这样。也没有很有点那个，有点夹子音了吧？我感觉你就是、啊，我觉得很正常的声音啊。哎，所以我觉得我很正常的声音啊。特别爱当真我的一些话，完全看不出我的语气，各种很甜吗？不是，他们说很甜。因为他们是你的粉丝，而我不是，我是跟你吵架的人。哎，不是，你要啥？你帮我拿那个充电器。这个吧，谢谢你。啊，我今天这个发型好丑，不丑啊，好看吗？其实是我最喜欢的歌，短发不怕当风吹，头发我也很挑剔。那你得看这个人，好看。我让我仔细看一下，头发可能比较的年轻一些。像我，就是我那天对我淋的时候，这个颜色我感觉特别的神奇。哦，你这个录的，是啊。而且我当时戴的那些发那个耳饰啊，什么那个项链都是那种特别闪，就是那种。说实话，我今天那个不是要跟林如晴出来跳那个骑士嘛、嗯，然后我跟林如晴彩排的时候，我觉得林如晴站在我旁边特别像我的孩子，我像一个女王，她像一个王子，
谁懂？你像一个女王，有这么说自己的吗？无语。就是哎，不是、啊，就一定要夸自己，就一定要说一个，就是说像什么，真的很像我的孩子，有没有同感？真的很像我的孩子，因为他那个身高一点都不像的骑士。然后王毅在旁边说，他是，然后他王毅就说林世廷像七个小矮人里面那个小矮人。七个小矮人的里的哪个？有没有说？笑死我了，真的很像，他真的很像我的孩子。我觉得我在看他身上已经发青。然后张世宇是我的第二个孩子，张世宇是我的二孩。不是因为我，因为我只有我一个人穿高跟鞋，只有我一个人穿高跟鞋，他们都不穿，甚至叫张月明都跟我差不多，都比我矮一丢丢的。十六号线，好的好的，十六号线。有你的 reaction， 你看录 reaction， 你说什么？确实，张玉明都比我矮了，因为我穿高跟鞋，谁懂？对。确实，他除了会说老公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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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会说。但是我还是没敢看，眼罩用完了，没有确定日子，不用担心。有没有觉得我这就跟前面唱的不一样的？因为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录的，这个确实很甜，因为我捏嗓子了。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一种甜歌，所以我要做个公主。不，我觉得那个公主是公主就要甜啊！哇，公主就是要甜。不是所有的公主都要很甜的。你有没有看过《冰雪奇缘》？你觉得那个公主甜吗？没有。他独立，他冷酷。不是，我看他们说真的还加了空气。不懂这个功能。笑死。但是我觉得，迪士尼里面这个公主她是那啥呢？嗯。她有点任性。对啊，那要是调皮可爱，要可爱一点的声音啊。但是她又是想追求那种自由的。追求自由的就不会太甜美，因为甜美的话会就是年龄会比较特别小，但是你特别小的时候一般不会去追求自由，你都是稍微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。真的假的？我再听一遍。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就是歌词我倒背如流，我把每一个骑士心里都分析出来了。我操，真的好甜啊！我身上有花痣，我是妈的。这个地方还跳错了。背一个。因为我前面唱的比较那个吗？前面唱的比较，因为我没怎么开嗓，我就前面正常唱、那个，后面突然觉得哎，公主好像要甜一点，然后就用这种嗓音唱。我当那个荣耀日的正能量歌曲，就觉得很正能量嘛。在荣耀日当中正能量的运动公主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运动量很大，就是正能量公主。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疼？林世廷真的好像我的孩子。谁懂？我就问你们谁懂？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大家看看这个，是一个雪花的，你们看看，不知道是雪花还是这个光吗？今天握手会的时候，粉丝送的，是谁来着？你在场不场能认领一下吗？因为我是有礼物的装在胸前。有没有觉得？现在有两边，又很紧张。有没有觉得？每次都带一串，很复杂的，好看吗？我觉得。我开了呀，只是没有弹幕而已。我真的开了。我也觉得很好看，而且很适合我，对吧？真的很像我的孩子。有没有觉得？你看，真的很像我的孩子。不觉得？我觉得他像你老公。我觉得你们俩特别配，祝你们俩久久，就是说，祝你们俩在一起一辈子。我觉得他就适合当你的瓜，你说没有瓜吗？我觉得他就适合，你不觉得吗？
哪里配了就是说。我这样都是那个小女生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肌肉猛男才能在孙权眼里是光，耳骨夹那种。王毅是光老掉。我比王毅看上小女生。有点吧。只是你不你在他台上，你私下来比他那个啥一点。我私下比他 man 怎么样？确实确实。我在台上，因为我在台上老笑。确实，因为你比较幽默，可能。你的意思是王毅不幽默了？王毅也很幽默。我在台上比他幽默。因为我的表情丰富。我在台上，我就老是做一个表情。但是他认为那种瓜你就是、后悔了，我想知道，我本来是想这种这样的发型的，就是公主们不是要一个骨朵吗？然后姐姐说我还是给你做那种，做他说他要给我做那种这种公主发型。我记得很久以前对这样一下别人说我真觉得这样好丑，没有那样好看，确实后悔了。叉叉脸有没有同感、就是、那个叉叉是一个好，这样确实没有全扎上去好看，特别不好吃。说我每次上台就是一副叉叉脸，我好像很适合扎头发，我没有表情，然后就哇，谢谢混混的一个夜蝶。但是我并不是混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送礼物真的会变颜色的？你们就会变金，你们会变得更高贵。真的发现了、啊、就是说现在送礼物真的可以变得，长得这个样子，就是口袋四八，然后就是说，但是就是我上的衣服有新的这种，只有送的时候是新的，对啊。你们看，我真的就很适合扎头发，就是这样扎就很适合。说实话，我本来想这样扎，就那样，公主头，这样，扎在下面的。中泰初期不是小圆脸吗？确实，我现在不是，我现在是大圆脸。算了，已经跳了。有点遗憾，还有下次，但不知道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下次一定。哎，对，我们终极任务应该其实可以换衣服吧？我想做个黑公主，不是那个黑公主，是那种穿那种黑化的公主。挺黑的呀！我要做黑化的公主，我要做那个。黑色穿黑色公主裙的公主，她西服还是有点用的，她对。我今天去问老师能不能换用那套，老师说不是很可以。不愿承认。是的。今天经理看了，哦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大家，我再看一下消息。真的很想做一个黑化的公主，因为我觉得做黑化的公主，哇！谢谢混混又送了一个夜蝶。今天混混就是说咱们这个房间里的一个金色的一个，就是说哎叫什么金色存在，金色闪耀存在。不是啊，我觉得紫色更显白。嘿嘿，一对四是个啥？哦，一对四，哦，不是一对四，我说这个一个人也有点太势单力薄了。哎，对，我好像 我的16号好像还跳夜蝶，但是我要跳回我的骑士了，我要做。如果留灯前我的话，那我会跳夜蝶。我在说什么？不要最后你们被拒绝了四次。哎，不要把我的对不起、哦、你笑不笑行吗？我刚才跟他们说笑得很开心，只有脚跑冲进去。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还要跳夜蝶。我这么久不是，我说我16号我要跳骑士。我会给你让人嗯，好尴尬。我跟谁什么玩意？如果我有那个机会的话， 我说我要跳骑士，但是我要跳回骑士。讲一个笑话，哎、看出来我想跳夜蝶。我会讲笑话，我希望他说一句话，还行吧，能让我觉得他很幽默。我跳过夜蝶，但是我那次是男装夜蝶。然
我就会想到他，我觉得好干。啊，我其实前两天嘴巴一点不干净，今天醒来以后发现特别干。就感冒就是。谢谢艾尔的一个奶茶。说是你的理想型。说实话，我谢谢艾尔的一个奶茶。哎，说实话，如果我下次见林娜贝尔，她看到我染蓝色，会不会跟她不搭呀？跟她不配。我也不知道会这么，为什么会这么想。跟我合得来的话，真的要那种喜欢那种特别荒谬的梗。他们换衣服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他们换衣服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找到我这个成员，他就是。但是我还是更喜欢那个，更喜欢圣诞的衣服。不是那种的幽默，就是我就喜欢。好可爱呀！就喜欢一些很多人不觉得好看的那种。我的儿子好可爱，你们懂的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谢谢太可爱了，好可爱。对，就那种很荒谬。那回去吧，他就是儿儿，不就是儿子吗？你们有个民宿寝室的吗？那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哎没有了，不适合今天。哎，你们觉得蓝紫色搭？我们是哪一个最佳损友？蓝紫色有没有觉得很搭的？这衣服可以给它扒了。我是喜欢玩尬。可以，今天可以把它扒了。我就是喜欢尬的，我不喜欢玩。林书琴投票有人提名我。哎，不能哎！你看，它这个是有线的。这正常。它这个地方是有线的，不能扒它衣服。最好的朋友，可是呢。这是不是上迪？哦，它是手作，还以为是东迪的那个。我们俩不能跟台上直接 diss 对方。东迪的那个。如果台上的那个合作形式是。没有，是因为我看他们都可以换衣服，但是我突然想到他是 SS 号，SS 号是不能换衣服的，比如说有一些恋爱感，真的只能这样，只能他穿着。如果我们两个人完成一些这样的，好吧，只能让他自己穿衣服，造成做一些有衣服的兔子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，裸娃可以换衣服，真假？他主动找我。哎，说实话，我最喜欢可亲爱的这个造型。我好像在一些，我现在在做一些迪士尼主播。说实话，可亲爱所有的造型里面，我最喜欢他这个造型。因为刘贤很喜欢可亲爱，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可亲爱那个厨师帽不适合他。我一直都觉得他有个双马尾，就应该有个双马尾的造型。然后就觉得这是最可爱的可亲爱。别人。都是舍不得我，又是有一个人，他很真的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他这是他最可爱、最可爱的造型，比他那个厨师还要可爱。谁懂？怎么司令你也让我赶紧下播了？我每次其实都是在那个。好的。天哪，谁敢相信？哎，林贝尔的脸竟然比心脏大那么大，你知道吗？那一次性染发真的好神奇啊！我没有掏你。啊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掏你的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刘贤，刘贤，哎，刘贤，你看这是谁？刘贤，对，完全正确。然后让刘贤进行一些羡慕哦。我当时还很害怕给我染色。刘贤，我嗓子越来越哑，真的。我真的超喜欢米明这个小双马尾造型。我说我每次下播，我都是想看看。挽留我的人有多少？如果挽留我的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突然想起我最喜欢我的二推，我的三，我的一推是林娜贝尔，二推新黛露。我新黛露可从没有超过两个人以上，说好快走吧。然后三推其实是奥拜拜，然后我就会想，其实我喜欢那只乌龟，多确实。刚刚已经凑齐两个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其实喜欢那只乌龟，因为我觉得那只乌龟很蠢萌。我觉得那只乌龟。真的很可爱。别再挽留我了，我心里碎。那乌龟叫奥鲁，对吧？那只龟龟真的很可爱，而且你跟它合影的时候，它会吃自己的手。我特别喜欢它吃自己的手，我就觉得它吃自己的手的时候，完全就是戳中我的那个，觉得很可爱。我就喜欢那种蠢的，就那种蠢的那种。明天出家。那种。你怎么不在？那种东西。你又说我好。我很可爱。你们觉得吃自己的手很可爱吗？我真的喜欢那只。大家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消息。真的很可爱，当然还是我们儿儿最可爱。对啊，我就很就觉得他很可爱，就吃自己的手。已经开始哭了，真的假的？我发现我一直这个角度脖子有点酸。
好久没有见林娜贝尔了。哎，说实话，我今天跟刘贤发了个消息，我说好想他呀。他说谁？我说他就是林娜贝尔。啊，谢谢枣木生的99个荧光棒。现在枣木生也是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的至尊 VIP 了。对啊，他的那个背包很可爱。但我真觉得很可爱，但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达菲。算了，我喜欢的人太喜欢的东西太多了。哦，你这样只会觉得我很觉得我很浪，但其实我还是最喜欢林娜贝尔，好吧？等一下给你看。圣诞节款是什么样子的呀？我觉得他青春款很可爱，就是他那个戴的那个。戴那个小小，哎，我忘了他有一个。好可爱吗？不错。真的假的？不错。戴着那个小，哎，不是，是丙云戴那个小蜜蜂吧？我忘了。26了，过了下播时间。哎，我30了，下播了。我跟刘贤点了外卖吃，他要来我房间吃完饭了。是不是像一个可爱的？30吧。刘贤在我的直播间吗？你30下播吗？嗯。为什么这么早下播呀？你不想跟你的粉丝多聊两句吗？你不是要吃饭吗？啊、哦，我要吃饭吗？哦，你不去了。我不去啊。哦，我先不饿。我要吃了。刘贤催我。他们好了吗？哦，你要跟刘贤吃。对。哦，你说吃小火锅。对。好吧。点了那个40小火锅，看一下翻牌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又好久没翻牌了。等我一会儿就翻。这个狼的毛有点多。我最近他我不也不能不这不是理由，是我最近跟他们去滑雪了，又好久没翻了，然后又是B50，然后又是滑雪的，祝你，然后就你给他送一个礼物之后决定。霍霍你已经送夜蝶送到我觉得自己我要跳夜蝶了，谁懂？有点像耗子耳朵。我感觉我16就要跳夜蝶了。谢谢我们黄金 VIP 的混混的一个夜蝶。打了一个嗝，不好意思。黄色拍个抖音不适合。真的可以跳吗？不行，我们要跳我们终极任务。终极任务没有夜蝶。哪场公演是剧场女神吗？夜蝶。夜蝶是哪场公演里面？不知道，反正肯定不是剧场女神。哦，好吧。哎，难道是夜蝶？我忘了，一个大我也忘了。我记得最后的钟声，忘记了，大忘记，大忘记。哎，为什么你们不喜欢那首歌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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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能再认真哼一下吗？怎么唱来着？怎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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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金鸡蛋，对，金鸡蛋。为什么没有人喜欢金鸡蛋？我喜欢。我也觉得金鸡蛋还好。我就在听看了他。我跳过，我跳过金鸡蛋，而且我觉得我那个台词念的可好了，谁懂？你们有没有人去补一下我金鸡蛋？我还穿着旗袍跳的呢。一些民国竞技单，对，一些民国竞技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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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不错，喜欢。来吧，来我的小船睡去。我要去找找，不行，我要让你们听一下我唱。玫瑰花三十哟。听，哎，我但是。好听吧？有人有 cart 吗？我还喜欢那个《牧蝉之恋》。哎呦喂！回答我，孙一山。牧蝉恋。夏天的。对，牧蝉恋。那时候我好瘦啊，宝宝。你看。你跟谁跳？我跟我在北京跳。哦，看看。你看我那时候真的有点瘦。跟你现在没区别啊！哎，跟你现在完全没区别了。真假的？哦、你觉得没区别？但感觉你这个衣服没穿好哎。哦，他就是这样的。那你们听讲的台词，你好漂亮。
北京悠唐剧场的光灯好看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嘉兴路的更白一点。我不觉得，我觉得这个好看。是吗？看看，你要看心理相关的。谢谢 Bossy 的一个奶茶。哎，给你们看，高姐又说我很漂亮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，真挺好看的。但你这个也很好，但那个时候看起来年龄会比现在小一点。真假的？你看过我唱的吗？不，两年前了。是男的。我唱木檀音乐在2017年，5年前。哎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跟他还挺配的。谢谢摆烂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一直都有一种气质。别骂我。我觉得民国风挺好看。我当时还是声唱。和现在没，对，高学说没什么区别。确实没啥，就只有眼，头发颜色不一样。我觉得牙齿有变化吧，因为我已经戴两年，现在牙龈整形多。真的吗？不是，你没觉得那时候我的牙齿更凸吗？哇，这还好，但现在能看出来更整齐了。啊？什么？我是现在能看出更整齐，现在更整齐了， 对吧？没有区别，我觉得很有区别，我觉得牙齿很有区别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我也觉得，我特别能戳定我的点。哇，我不知不觉就到了12:31，我好像两个月了。两年我还记得啊，那你吃我的火锅呗。哎，我感觉我已经看上手牵手意思。谢谢夏天的妈妈大姐。不行，我要让你在我这个台词真的说得很好，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我这个台词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下行程？快了，那我们再观赏一下。没有直播，那有现场的观众呀，我们也得在意现场的观众的观看体验啊。说实话，这个卫衣是我送给林志晴的。大家觉得好看？往湖中投入一粒石子。但是我没有衣服穿，所以我甚至把我送给别人的衣服自己穿。我的心泛起了层层涟漪，没有人能让我如此，这难道是被禁止的吗？你好累。是被禁止的吗？我跟林娜贝尔今天是被禁止的。这张自拍了，这是直播限定，我才不发这种。你没发现我的微博上的照片都很自然，都没有那种刻意的自拍吗？好了，那我下了，刘谦要饿晕在床上，我感觉。我几点开的直播呀？这个，我再提问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不要走了，你们会不会想我？是我是我。吓我一跳！你在干嘛呀？我在直播。可以来看看我王毅。可以啊，可以来我们房间吗？王毅来我房间，王毅都没有来我的新房间过。你有邀请他吗？好吧，那我先给他发一个，先让我看看他。英式好，说实话，我真的。哎，我几点开的直播呀？我们给他起个新名字吧，想叫什么？笑哥。不过我要下播了的话，确实，感觉你们都想让我走，那我走了。那我要走了。他嘴是歪的，那叫他歪嘴巴吧。拜拜。你想叫什么？11:30开了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他说他想刘贤已经饿晕了，我跟刘贤发个。那叫沉默吧。刘贤，你跟我去拿外卖。那你叫小金，因为沉默是金，所以他是金，叫亲。是啊，我跟刘贤吃了那个，点了外卖吃，点了那个自热小火锅。不起名逻辑，你叫小金吗？好了，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小金，哎，谁会记得他是小金？又是小字辈，确实。刘贤，刘贤，快来！刘贤，跟我去拿外卖。刘贤来我房间，快快快！有点那个。刘贤，快来！好的，拜拜。有点。对啊，自热火锅要外卖，因为我没有。阿金，
上的吃了。我们不是在拍那个恶作剧之吻。你不是阿金，记住，你不是阿金，你不是阿金，你不叫阿金。